刚刚英国骑兵卫队的五匹军马从白金汉宫突然冲到伦敦市中心，是到处奔跑，四名骑兵坠马受伤，街道上四名行人也受伤了，还有汽车都被马冲撞，最远的两匹马居然跑到了离白金汉宫8公里之外才被拦住，马儿自己也严重的受伤，大家看全都是血，身上联想到英国凯特王妃的消失之谜，最近英国是怪事频发，难道英国王室被诅咒了吗？关注我英国那些事儿。